房间湿巾最好。那这也是故意的啊。我要加的，关键这个料你什么时候料？我写成加工料的时候，咱说你看他这个片儿看了吗？这片儿下来之后，他这个油味呢，正好是在这个地方的油味。他这个不是油加的油吗？就这么多东西，他要是十几年。